我这辈子都不断梦到同一个海滩，棕榈树在晨光下摇曳，浪花拍打着沙滩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或怎么去那里，但是命运正在浪花的另一头等着我。真是没用的农夫，他们该知足了，因为这会是他们最后一次看到这么多财富。总兵官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出身高贵，我正是被某个没用的农夫养大的。都指挥，我看得出来，寻宝舰队的确是我们皇帝英明的证据。你应该清楚，皇帝只不过是个娇生惯养的老糊涂罢了，他应该要更小心地对待自己的财产，万一船只沉没了，宝藏也泡汤了。我们就是来预防这种悲剧的。哼，随便了。每次只要那家伙开口，我就想把拳头塞进他嘴巴。水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陈老，一辈子都在海上，所以满身鱼腥味。如果你闻到臭味，肯定是我身上发出来的。那么我问你，你觉得我们的寻宝舰队怎么样？舰队绝对前途无量，可是您得小心总兵官，我可不是这里唯一臭气冲天的人。在附近徘徊，暂时别管他们。等我们打捞沉船时，看你还说不说得出这句话。怎么拖这么久啊？总兵官，所有人都累了，没法在有伤的情况下工作。工作做完才准休息。哼，我可不管谁背上有伤。难道不能把一些工作分给您雇来的新水手吗？那些水手不关你的事。总兵官，我知道他们不是水手，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头一次踏上船似的。他们是雇佣兵，恶棍，他们全都应该被吊死。闭嘴！你够聪明的话，就不会忘记谁是这舰队的。黄坚，这是你的问题，立刻解决。舰队被攻击了，我们必须赶快造好旗舰才能够航行。都指挥，还有坏消息，海盗已经占领了西边的码头，我们必须采取行动。是的，预备着数，出发。拿着，更进，指明，是的，是的，出发。都指挥，这是建立贸易路线的好地方。是的，我们必须为工人提供正确的材料，才能完成这个任务。什么？什么？建筑工？这边有上面队。出发！指挥更进，请下命令。是的，指挥下命令，请下命令。是的。指挥是的。是的。什么？粮食工。是的，准备就绪。
命令。是的。是的，井下命令，准备，出发，好的，救命，井下，救命，好的。是的，好的，出发。倒不止攻击船只，还绑架了我们的工人。出发，我们必须救出每个人，不然就无法完成旗舰。警察命令，出发。是的，好的，开伞。是的，准备，是的，出发，好的。下命令，攻击。是的。是的，请指挥着树，指命，出发。好的，请指挥着树。是的，准备就绪，准命，出发。好的，准命，出发。好的，准命，出发。准命，指挥着树，出发。好的。出发，警察站。指挥是的，指命。出发，指挥警察命令。是的，警察命令。是的。是的，好，出发，好的，遵命，出发，警察，是的，遵命，好的，出发，准备着开伞，警察的，是的，遵命，攻击，警察开伞，攻击，是的。准备就绪，出发。是的，准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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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立，好的，中出发，是的，出发。杜指挥，中立，旗舰的建造进度相当顺利，再加把劲，别让资源供给中断。准备就绪，闪兵队，是的，准备就绪。请孙，好的，遵命，出发，好的，准备，闪兵队。是的，攻击。是的，请下命令，下命令。是的，是的，准备就绪，出发。请下命令。是的，警察命令，出发，好的，是的，出发，是的，请下命令。Ah!
准备着数。什么？是的，霍务工。好的，请下命令。霍务工，是的，请上。出发，准备就绪。请上。是的，请下命令。是的，准备就绪。准备就绪。是的，出发。遵命，请上命。准备，是的。副指挥，你做得好！你杀海盗的样子就像是经验老道的水手。我觉得这毫无乐趣。快，我们必须完成舰队，然后出航。